F4 之首的道明寺，在韩版《流星花园》中可不是叫道明寺哦，而是具俊表。具俊表是由韩国演员林敏镐经过一连串的激烈竞争才抢到这个角色的。 목소리 많은 캐릭터였었다고 들었어요. 굉장히 많은 분들이 또 오디션을 받고 경쟁률이 그만큼 치열했던 캐릭터라 굉장히 열심히 또 준비를 했고 또 오디션 두 번째 만남을 가질 때 또 파마를 개인적으로 독단적으로 또 하고 가서 좋은 모습 보여드렸던 것 같아요. 而花泽类在韩国则是叫做尹智厚，喜欢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美作，则是改名为宋雨冰。至于西门呢，西门在韩国影迷的心目中叫做俗义镇。了解了这四个大帅哥的名字之后，女主角山菜也改名喽，不过都是走植物路线啦，她叫做金丝草。 而和台版的《流星花园》一样，贫穷的金丝草误打误撞地进入名校神华学院，结果开启了一段现代灰姑娘与王子的浪漫爱情故事。不要乱动！关你什么事啊？现在我连哭也要得到你的允许吗？我哭，我难过的话，最开心的人不就是你吗？跟好心跑过来要帮你的人，你就只能说这些吗？ 我有拜托你吗？有人拜托你了吗？你究竟是讨厌我哪里啊？啊？脸长得帅，个子高，脑子聪明，钱又多，怎么会不喜欢具俊表呢？你真的是笨蛋，对不对？看来你还不知道，你的一切让人一点好感都没有。油腻的长相，触眉头的走路姿势，还有弯来弯去的头发，全都让人觉得很烦。 你这个人的一切我都很讨厌，都很讨厌。今年1月份，《流星花园》在韩国播出后，创下36的收视佳绩。除了剧中主角人气直线上升之外，剧中的场景和用品都备受瞩目。如果你不信，我们现在就引用一段韩国当地媒体的报道，让你来瞧瞧。 극중 F4의 리더 구준표와 강 회장이 머무는 대저 택으로 사용되고 있는 곳에 대한 시청자들의 궁금증이 많았다는데. 전라도 담양의 한 골프클럽으로 회원 가입비만 해도 입이 쩍 벌어질 만한 가격대. 백마탄 왕자 윤재호가 타고 다니는 오토바이와 그가 착용한 헬멧은 알고 보면 팔지도 않는다는 세상에 하나뿐인 제품으로 각각 4천만 원과 1,500만 원. 한편 F4의 에마, 학교나 외출을 할 때 종종 애용하는 F4의 전용 스포츠카, L4와 E4의 자동차로 8,220만원에서 9,900만원 선 사이라죠? 꼬불거리는 머리카락까지 짜증 제대로거든? 하지만 요즘 이 머리가 대세? 꼬불거리고 꼬불거리고 꼬불거리고, 이게 바로 구준표의 트레이드마크. 由此可知，流星在韩国所引起的风潮。不过镜头下，其实主角们都拍得很辛苦呢，因为拍摄时期正逢冬天，多场的淋雨戏正是苦了男女主角呢。찬디에게 찾아온 시련, 파도에 온몸을 다 적시며 열연을 펼쳤던 바로 그 장면. 이 장면에도 남모를 비밀이 있었으니 물바가지 세례. 一场巨俊表掉进游泳池的戏更是苦了林敏镐，因为当天的气温只有零下6度。급한 대로 따뜻한 물로 몸을 녹이고. 머리에 앉아. 잘 보죠. 추워서 몸 가누기도 힘든 민호. 하지만 여기서 발휘된 프로 정신. 한 번 더요, 어머니. 네, 할 수 있어요. 빨리. 딱. 자, 연기하다 한번 하자. 오씨, 뭐야. 오씨, 아! 감독님의 특단의 조치. 바로 바닥 데우기. 어, 꽂으라고. 이게 머리 쪽도 보여. 어, 그래. 아, 뜨거워. 그런데 지켜보는 친구들은 어째 좀 부러운 눈치. 由于天气实在太冷了，所以连这一场金丝草把甜筒塞到巨俊表脸上的戏都很难完成。 차가운 아이스크림을 준표의 얼굴에.
아이스크림 돌이야? 아이스크림 돌이라. 너무 딱딱한 아이스크림 때문에 NG. 目前已经确定6月1号 男主角林敏镐和女主角具惠善将来台宣传。 虽然人还没到，但他们的魅力已经让台湾影迷疯狂了。因为一场与男女主角共吃爱心早餐的竞标活动，不到2分钟就被火速一扫而空。精彩的韩版流行花园每周六晚上9点在八大综合台，每周日晚上10点在中视频道播出，千万别错过喽。好，主任，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的？我要很感谢很多。 广告商，因为我刚刚也有想到，因为昨天我还有看到乐视哦，代表就是他们也很相信我，也很感谢很多广告商的支持跟相挺。然后我也希望媒体可以像广告商一样这么的支持我，然后我会更加油的。嗯，好，大家就不要想那么多啦。好，来看一下，有新闻也有这个活动啦，我家也有 F4。 韩国、日本、台湾都有F4，你家有没有F4呢？赶快呢收集你的朋友跟死党，或是你家的宠物，只要凑齐4个，4只宠物或是4个任何有关表情什么之类的东西，摆出最帅的 pose， 照片上呢，直接呢上传到我们的活动官方网站，然后即日起至5月30日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特别精美的礼物，例如说我们的空运来台韩版流行花园的原声带，或是独家剧照组套组。我们可以拍吗？我们可以拍吗？我们可以啊，可是我们只有2个人，你再找其他几个人就好了。还蛮酷的啊，小狗也可以啊。我们还可以试看看。那小松就有4只狗就可以弄啦。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还是我们收集4位制作人？ 四位制作人还蛮特别的，祝歌沈玉琳啊，梁鹤群啊，MTV 网站及八大官方网站即可。好，加油啦！好，下一则新闻书就是想赖着你的新闻，看一下。Ella与言承旭合作的《就想赖着你》这个月已经开拍，两个人首次的对手戏，大家就很好奇，碰到暴龙的库亚 ，Ella 要怎么样融化他呢？ 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我有点紧张，因为看到他就会很想笑，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对戏，然后还有最紧张的是，因为我2年没有演戏了，所以会对有2年吗？有啊，所以对这件事情有点点陌生，还在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多多少少是会紧张。后来这样子对手，后来发现其实也没多强劲啊。Ella 也成功得到暴龙的芳心，直说他人很好，很可爱。他是一个很。 很简单，然后不会给人家压力的，对，来多说些好话，来来来，来吧，我拿200块过来，200块应该会不会太少？好，塞进去了。对啊，接下来就想赖着你，也将斥资赴国外拍摄。接下来我们听说那个戏会拉到杭州、日本啊、韩国啊，哦对对对对，还有南岛啊，然后法国南部也会中招，是吗？听说好像就是斥资要斥资巨资，然后他就希望说可以打造一个很不一样的。没错，而面对之前 Ella 说会融化小旭旭，大家也发现言承旭会跟Ella一起开玩笑了。接下来呢，他要去日本，我要去北京，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很，你知道 ，you know 一线那种感觉，所以事情比较多了，那我们会分开一阵子，希望你不要到时候看到我有变很陌生哦，好吗？好，要试试再想念我哦。好，好，拜拜。一起说，跟我们说，一二三，拜拜拜拜，刚摸到你，回过来。吴佩仪的整理报道。好了，主任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挺你的，对不对？对啊，因为刚突然间大家是冲进来，然后就马上就是给你一个热情的一个。 相吻不是，没有啦，拥报，拥抱一下，告诉你说不要怕，对啊，我没有怕，没有怕，真的，很多人都支持你，没怕，对，加油，好，好不好？下一则新闻是咬咬挺身做公益，看一下。 由一群板桥市亚东技术学院携手联心服务社的同学发起的校园募款活动，是特别找来电玩美少女瑶瑶共同响应，一起帮助贫困的学生一圆读书梦。而来到校园看见同学们上课的画面，让最近想要休学拼事业的瑶瑶不禁无奈地表示：“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因为我真的还很想去训练书，因为人家都说就课业不能荒废。” 对啊，而且我怕荒废了，那万一工作做不好，也没有学校念，这样就对啊。事实上，瑶瑶目前所就读的松山工农，校方因为瑶瑶缺课缺得太凶，所以可能要。